7月27号，河南许昌长葛市一支部队完成任务后在默默撤离，闻讯赶来的群众争先恐后地将礼物扔进军车，不想这出军民鱼水情深的戏没演好，一箱礼物盒盖不小心碰开，原来里面空空荡荡。在灾难中，中共善于强调军警如何英勇救灾，如何劳累，但造假摆拍比比皆是。人民日报抖音账号最近发布的这条视频又是一个活教材。视频里说，21号在河南郑州，武警官兵在经过连续12个小时的奋战后就地进行休整，然而这些官兵们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丝毫看不出污泥的痕迹。有网友调侃说，也许是水质好的原因，衣服湿了但没弄脏。网民冷山石平上传推特的一段视频则显示了这样的场景。你瞅给那小孩累的都没水了，你快给那小孩放下了吧。冷山石平评论说，不去抗洪，在这里摆拍作秀，举国上行下效，骗子当头，忽悠草民。不光宣传抢险抗灾，还有网民翻出中共领导踩着红地毯视察田地的视频，被评作秀功夫堪比好莱坞。还有在人造的大雨中表现交警坚持执勤，风雨无阻。不过对真正民众的呼声，中共喉舌媒体却特别忌惮，甚至让民众闭嘴。央视6套中国电影报道的主持人在7月28号的节目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，在灾难面前，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人出力，都是很善良的举动，就算什么也出不了，闭嘴也是一种善良。在河南洪灾民众谴责无预警泄洪，救援不力，并质疑死亡人数之际，央视发出这样的讯息，疑似是在警告百姓无条件配合，不要揭露真相，批评政府。对此有网民这样说，如果闭嘴也是一种善良，也只能是在灾难面前不对官员歌功颂德，不为灾民发声而选择闭嘴，这绝不是一种善良，而是一种恶行。新唐人记者金石综合报道。